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你。是不是因为上次印章盖太久失去效力，所以你今天才问这些问题啊？我听说好像把印章盖在这里效力会更久。哎，想得美。坐好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跟你澄清一下。什么事？说到肌肉，我其实也有，我也觉得不输给那个 Marco 啊。啊？不相信啊？在行程天桥干嘛？证明给你看啊！不用了啦，哎，不用。免费的幸福不吃啊。秦啸天，我喜欢你。